好，成功引发话题的还有很多的商品呢，现在推出了限量揽客的招数，像是呢知名的通讯软体 LINE 公仔夯，业者就打出了快闪店的噱头，推出了公仔、手机壳、大头滑鼠垫等等的限量商品，要抢攻粉丝的荷包。一大早还没有开门就大排长龙了，看准的就是限量的商机。而现在还有霹雳布袋戏，还有钢弹也都推出了限量公仔。欢迎大家光临。和人一样大的可爱兔兔和熊大玩偶和大家 say hello， 一出场就超强劲，让粉丝好兴奋，拿手机拼命拍。一本本的笔记本，大的小的通通有，还有可爱的卡通图案印在上面。通讯软体 LINE 开了这间只有三个月寿命的快闪店，还推出许多限量商品，像 LINE 主题公仔、兔兔、鸭子、馒头人、熊大的手机壳，或是表情萌翻的大头滑鼠垫，都是首度曝光。有那些之前没买过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很想进去买，就是很激动，很想快点拿到那个号码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买到了。看准限量就能创造话题，霹雳布袋戏公仔也曾推出过限量公仔，让不少戏迷疯狂排队抢购带回家收藏。还有让不少模型迷痴狂的钢弹公仔也有限量版，或是打着明星牌五月天阿信设计公仔，都是瞬间秒杀卖光。王商机抢大饥饿行销，成功让粉丝乖乖掏荷包。记者吴嘉文、李雅莹台北综合报道。